琵琶虾，尝尝第一次吃这个虾。买的时候老板说不适合吃刺身，但是我又看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刺身比龙虾好吃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壳属实是太硬了，用一下剪刀吧。哇塞，这个肉还是挺多的呀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不能吃。雪白雪白的，还可以，挺好吃的。这个刺身的味道和就是那个龙虾的味道真的是有点像，差不多，不过它比龙虾便宜，这个挺合适。虾蟹，妈，这大虾蟹还挺粗的。